各位高总朋友啦，那我先讲一再报 DVD， 那包括董事，我先讲一个小故事。我个人之前从高中2003毕业之前，我是个完全不会讲话的，完全不会讲话是怎样？就是我完全都不敢跟陌生人讲话，甚至不管男生女生任何人都不敢。所以我现在呢站在台上很容易的跟人家讲话，是我从2003年慢慢训练出来的。我透过我自己的，我现在是台南安平租屋的导览解说的志工的组长。那我今天要讲的是，跟我讲的是一个方程式。那这是我简介，我目前是之前台湾文学馆的志工，还有孔庙导览志工，还有文化学习资格。那接下来是安平。啊，我的三个关键字来讲话，第一点是2003态度，第二点是思维。然后第三点是坚持。那我会先讲一下我梦想的部分，对，后面应该会有讲到。然后我现在开始，我未来我可能朝向之后，我自己分享我自己这10年来到今天我的整个生命的历程，如果在不平凡中。啊，我不晓得大家想要得到什么，你的成功与失败，这是个很好笑、很有趣的话。你要选择哪个地方？我会选择失败，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啊，我奶奶常常说，这是事实。啊，我就会让我奶奶说，我跟你赌石，你买10块给我喝绿茶。那这一件事情，我奶奶让绿茶涨价到20块。那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本身讲话就，我刚前面讲，我讲话不太清楚。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高中同学都就起哄叫我去参加歌唱比赛，学校歌唱比赛。那我讲话已经不清楚了，叫我唱歌，那不是害死我，所以我就选择一首蔡依林歌的《你怎么连话都不清楚》唱歌。对，因为我唱不清楚啊。然后，大概很多事情梦想是绝对不是突然做梦就想到的。梦想不是突然做梦想到，改变自己。王力宏唱的比我们都好听。所以其实很多事情目标，跟各位刚刚讲很多方法目标，其实刻在钢板上。方法要怎么做，大家自己心知肚明就好。然后就坚持到最后，就是像我现在，我一开始我刚前面讲，我们不会讲话。我现在是安民租屋的导演工作组长。那下一页。好，这个是香港的一个作家叫马家辉老师，但是大家有看过就知道，我有跟他照相，但是就不太多实在。啊，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阿基山，他其实来讲话跟很多名人照相，跟交换长照，跟前任亲骨会主委照相，这都不算什么。但是问题是，你能代表，你能给他们什么？啊，我有参加很多活动，像这个是招草人女君王大战，反清复明，模仿正能量，在台南这种很奇怪的活动，有，还是我一个很好的我们学校一个大学长主办的。啊，我刚讲梦想跟理想差距，我曾经有帮一个第一个那个人想要做一个舞团，他想要当舞团主题的。但是他后来有一天跟我说，他放弃这个梦想，害我傻傻的做了3年的人物，就为了他，去帮他去找很多的资源，帮他认识很多的人脉，然后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他跟我说放弃了。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现实社会环境中，我找到可以改变的东西，就叫做理想。比如说像我现在跟启豪，还有一些在这军草，应该大家可以网络 Google 一下，可以找到这个，这也是我一个朋友。啊，我不断的在悟，我其实新的思维大部分的重点是在于悟就是自己，你要自己边做边纠正边做，很多事情都是自己的，做很多的事情。啊，这是台湾的孔庙，他每年只有在那个低孔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拿起来，他其他资金都会关起来。啊，这也是一个台湾解说老师，啊，我本身。
康伯典当月第一，康伯典是在中国本身有导演证，然后我是很希望说未来他能有很多小吃或者是很多的东西可以导游可以去讲说，哎，我可以去跟顾客或跟游客讲，这边有很多什么东西好，比较好吃什么的，可以赚取佣金。就我是想要推广这个理念，但是这个理念可能要有很多的协会或者很多拿起来大家一起来帮忙。那我可以讲一下这个。谈比讲究的态度，这个大家都有看过。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沟通技巧问题。你像快乐玩工作还是工作玩快乐，还是玩工作有快乐？其实这是我高中的时候，我大学之后自己的信念就变成这个，就是肯定自己、相信自己、放大自己、培养自己的价值。我不再在弄这个，但是我觉得我弄了很久，还是弄不出来什么，还是搞不出来，所以我。现在最近研究出新的这个观念，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有乐趣，很多人都想改变，很多人都很关心，都很坚持。你花很多时间，你有很多梦想，你的兴趣很厉害。可是问题是，你就算你掌握再多的机会，你也只是很强大。你很强大不代表什么，很多人都跟你一样很强大，很多人都做事毕业，很多人都博士毕业，但是要成长正面思考。但是你也会遇到很多的错误、挫败、失败、背叛，一大堆，那是最难、最大的。然后，现实环境中阻力，只要你跨过那个困难以后，你就会成功。当然，天生的基因就是你有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家人给你全力的支持。当然，后天改造的话，就是你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像我刚才讲，换做我们工作还是工作还是换做，是你好吗？还是妈你好？然后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叫做英雄人员。这个是目前他可能未来明天就要确定这个小，这是我一个小朋友，他现在才高中毕业，他未来可能会走演艺圈。然后我目前可能是他的经纪人，暂定的，所以他未来可以布展他在一些很多的价值性的商品，比如说他代言有机壳或者代言什么东西，有可能可以合作，可以串联这样。结论就是祝福各位伙伴起心动念，积德行善，心想事成，顺其自然，迈向成功，非凡自由。谢谢。